加油，中国女排。今天上午，中国女排队员前往南京进行适应性训练，备战27号的世联赛总决赛。由此，女排联赛14人名单公之于众。主攻：朱婷、刘晓彤、李盈莹。副攻：袁心玥、闫妮、王媛媛、胡明媛。接应：龚翔宇、杨方旭、曾春蕾。二传：丁霞、刁林宇。自由人：林丽、王梦洁。女排姑娘进攻都得分。女排队员商议战术。此次比赛面对劲旅强敌，适逢女排队伍处在新老交替不断磨合阶段，希望女排姑娘们别执着于冠军，也希望舆论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。调整心态，稳住前三甲就好。而且决赛只带了三个主攻，也就意味着朱婷没时间休息，希望别有队员受伤。朱婷在赛场上。郎平和队员合影。据悉，本次比赛冠军将独拿$1,000,000，亚军获得500,000，三四名奖金为300,000和150,000。每个小组排名末位的队伍也将各拿75,000，MVP 获30,000奖励，各位置最佳队员也将获10,000。这对收入微薄的女排运动员来说，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